在家也能做 SPA 咯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最近我在使用的好东西，就是这一个海参手工皂，它是 100% 纯天然，没有添加任何化学药品，里面含有海参、橄榄油、乳木果油等等，它的成分都是非常非常的滋嫩，任何肌肤都可以使用，包括敏感肌都可以，而且它还可以有效的改善肌肤问题，还有就是湿疹等等的。然后用完这个洗澡的话，还可以搭配这个植物精油，我超喜欢这一个的，我跟你们说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舒服，而且一点也不会呛。因为呢我最近都有睡眠的困扰啊，所以我都会点上它，然后帮助我入眠，真的觉得挺有效的。点上它之后蛮容易入睡的，而且呢它可以让我的房间都随时保持清香。也不止这样，它还可以当做按摩精油，每次运动肌肉酸痛啊，或者是长时间站着啊，我就用它来按摩。还等什么呢？赶快去看看啊。